好香啊！很嗨很嗨啊！你们想听我唱什么歌？我们先唱一首慢歌好不好？先唱慢歌，你们要听什么慢歌？爸爸爸！那个是快歌啦。蛋子蛋子，小蛋子。我有问我朋友，台中的朋友说，哎，你们这边有听我什么歌比较多？然后结果他们讲的答案都是这边不太能唱的歌。所以我没办法，我一定要选一些比较能唱，因为你知道爸爸妈妈弟弟妹妹有在的。那种歌我们去其他地方改天私底下唱给你们听，这样好不好？好，我带来下一首歌了，要深呼吸一下，因为下一首歌必须要喝一点水才能唱。来，有没有水？哦，要运气一下，等一下我唱不到的话，你们陪我帮我一起唱好不好？手机如果拍到我唱不到的，就麻烦删除掉。好，不然不要 tag 我，不要 tag 我也可以。好，我们唱下一首歌，飙高音。歌手拼了命争冠军，唱到铺天抢地，到处清静，而你才开心。所以我今天穿着西装笔挺，拿着麦克风唱这首歌给你。现在我要飙高，运气一下，这个真的拍到，如果破音麻烦删掉我。刚刚你们可以先卡掉，我们再录多一个，如果破就卡掉，这样好不好？
现在我要讲真的，那小朋友问妈妈什么意思，你跟他说回家再跟问爸爸就好了。直到我离开了，不在你身旁，身边就一堆苍蝇癞蛤蟆。知道你害怕一个人会孤单，但也不该轻易接受他。情人节还没到，送上玫瑰花，你大清早买早餐还送到家，带你去看日落，买一买鞋又买袜，还买聪明的妈。一起来，他只是想要，只想跟你，相信我吧，别再笨了傻瓜。我早该离开却放不下，只因为想太多，不如不看不挣扎，不如祝福你幸福吧。谢谢。
让男生开心吗？男生？还有还有，现在你要听那，我知道不能唱了，反正我知道你们要听什么歌，反正就很多歌不能唱。那有些歌呢，其实我写了蛮多作品是跟人家合唱的，你知道吗？然后你们想听哪首有跟人家合唱的歌？可是他没来了，就是你要听那首歌，可是另外一个人他没来，你知道吗？他在美国那边，他就在家里面跟小孩子一起玩，你知不知道？他今天没有来，所以如果等一下你们要听那首我跟那个美国人一起合唱的那首歌，那你们如果到他的部分的时候，你们一起唱好不好？好，那等一下交给你们唱好不好？那个力宏哥他没有来，好不好？你们唱嘛哈。那我们现在大家再追一首歌曲。飘向北方，献给大家。怎么唱？飘向北方。Yeah.
再次欢迎我们的主办单位财团法人大甲镇澜宫的严清标严董事长上台，台湾妈祖林义会会长郑明坤会长，还有我们的贵宾湄洲祖庙的董事长林金赞董事长，欢迎你，还有澳门天后宫的陈明翠主委以及所有的贵宾们一起来到台上，还有欢迎各位贵宾们上台，欢迎你们，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大家要来放烟火啦，有请，欢迎我们各位贵宾各位长官上台，欢迎你们。